今仔日咱真荣幸有李学道博士甲夫人即个橘子吼甲鸡来为乌来干来甲山鸡，本来是敢若要做伙食饭尔啦，嗯，尾仔想讲真难得，吼、哦，安尼。顶回见面，敢若已经超过半冬啊，所以这边你要点几日？这边你要搁点几日？哦，明仔载我就要走啊，要回去啊。哦，那遐囝仔敢若查某囝敢若看。我伊啊，我本来就无想讲会有啥物代志啊，所以飞机票因为才订两工，啊就要转去安尼。嗯。好嘞，讲遐几冬啊？我要二十冬吼，1997年。1997。九七。那退休啊？呀，迄阵有儿女女太阳没？哦，迄阵也未退休。也未哈。啊，但是。迄阵 Michigan 是已经 early retirement 的，啊，但是我搁再去文库外的时阵，搁再有 second 的一般的 career， 嗯，second job， 哦，啊，到当时才正式，差不多搁三年以后的款，搁三年，啊，2001年，哈，啊，那你嘛退休，将近十几年啊，十七年啊，今仔日。2017吼，所以十十六年哈，嗯，算early retire，呀，哦，敢有65岁 retire 迄阵？差不多吼，无，对，我想较无，wait a moment， 我若袂记，1960无，较无，嗯，较无，嗯，是，啊，迄当阵你是无用画拍。还是无用教训教诲。No， 迄 in fact， 我迄阵退休的时阵吼，较 involved 伫咱台北人社团的工作较少。呀，迄阵才跟人讲，那有啥物迄个 summer camp， 然后啊，我也去参加，但是我并没有真正 involved 伫即个，就跟人推动台湾台美人的工作。就是退休以后加 almost full time， 是，但是你嘛真早就是发牌，是呀，啊，一般来的我只是讲我跟他 participate 的尔，啊，无进行 involve 这些工作来的，是，就是无做 leader， 那，未使讲无做 leader 啦，就是啊，事实上你也无做 leader， 啊，但是事实上因为是讲无进行啊，跟他。无去推动的工作啊，是啦，嗯、是啦，我，嗯哼，呀，当然，若有人接上好啦，哦，啊，就，你发牌你是做分会会长呢？我发牌吼，实在我是头一个做吼，是做迄款迄落 at large board member。嘿，大概做一两年以后，啊，才变做会长，才资迄落是啥物啊？local chapter president 哈，啊 ，local chapter president 我可能做四年以后，我才阁做迄款迄落at large board member， 阁再做差不多，拢总倒起来可能有10年啦，嗯。啊，你先哪他想讲？要 involve 较侪对台湾的影响啦，是讲对台湾的。嗯，我这是 good question 呀。我想吼，主要是安尼先啦。啊，我伫工作的时阵哦，较想要真滴工作，就换句话说，就讲也未 retire 的时阵，我就喏全神滴即个我的工作上面。啊，我 retire 之后，我是感觉讲我。离开学校以后，啊，就拢无正经替台湾做代志，所以心里头用啊，卖讲是 guilty 啦，但是我认为讲这是我的 obligation 啦，就讲替台湾做一寡代志，
啊，所以我开始创的时候，是想要了解台湾的物件，所以头一步就是讲看一寡台湾的资源。嗯。你迄当阵无想讲用你的本行，用你的你是本来是都市计划是吧？哎呀，我上台先是土木系，然后转其实不是转，就是讲生出来在先用focus on 都市计划，啊，后壁搁再转，搁再淡薄搁再阿加是，比如讲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啊，但是我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的工作踮咧 Michigan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工作差不多五年以后吼，我搁转行，我迄阵。实唔知安怎想啊！啊，专去迄个叫做咩 ？computer programming， 啊，还是唔是讲说普通的 program， 是讲从 computer program 替 for 迄个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所以啊，佫是佮 engineering 有关系啦。嗯，啊，迄阵主要是 Michigan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因已经开始用 computer 来做了，啊，但是拄则开始的时阵，因用 system analyst， 啊，要做 engineering work， 啊，时常唔知影找问题伫倒位啊，所以迄是因头一遍要用 engineer 来做 program software program fo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迄是头一遍的呢，嗯。这是当时，可能是1975的番，啊，啊，头一遍的时候，因选三个人啦，啊，一个是踮咧 road design， 一个是踮咧 bridge design， 第三个是敢那是 loud location，啊，我是 lucky 哩，伫 road design 啊，叫伊选对安尼，嗯，啊，他妈修真济 computer 的课。哎，讲到实话，我迄阵哦，应该就安尼先啦。但是我迄阵哦，我有一种，我迄阵个，这里可能因为我有点蛮用我的缺点啦，就是讲，我感觉讲我家己就应该读个自我学习啊，啊，所以降不进度啊，哦，啊，到尾啊，确实确实有影，唔是遐简单 ，computer program 唔是遐简单的物件，啊，确实有影碰到真侪的困难。但是这就是反映出我做代志，头下的时候唔知影讲迄引爆偌济啊，而且我想起讲我国民党五年连换，四年，我是伫台北市的龙山国民党，龙山国民党无游泳池啊，啊，阮都爱行去 neighboring 即、這个。老乡，哦，啊，伊迄有游泳池，啊，阮两班的学生差不多有一百桶的人，啊，去啊，即足欢喜的嘛吼，三碗碗，一百个人内底，我头一个三碗好，啊，全唔知影讲迄游泳池吼，有高的有低的啊，扑起来我就跳落去，深浅，呀，所以这就是讲安怎讲。出生之犊不知唔在世啊！这是当然是这样的优点啊，当过发大是关键，这是缺点啊！哈，不要无人跳咧。哇，就感觉我跳了以后，手给他夹光啊！拄好边上拄好有一个查甫，迄刚到年纪，迄时也唔是下好的器官，就是刚到年纪啊，把他邀起来。啊，我迄阵在开心，感觉讲差一点嘛，去。吃过遐侪水的，啊不呀，燃料也要收啊。无啊，迄只去一遍啊，尔主要就也无办法，无办法。啊，当然遗憾，我安说你的快讯就讲真遗憾，我一生之中无讲正经是学会晓收水，这就遗憾的。嗯。不过1975的是 computer 迄阵，你嘛是爱。有特别的 language， 对，我以前就开始用 Fortran， 那个用 Corpo， 嗯，还蛮用几档啊，啊，就搁改进，对啊，嗯，啊，不然你是做干那 director？ 哦，以前，特别啊，我是有做 programming 的工作，哦，啊，就被跟 promoted to 被 promoted 的做迄个。
engineering 的 program system development 的一个 supervisor 啊，啊，过过无几年就变 promote 到迄个 system 的 development， 啊，迄个 system 就包括整个 department 内底有阮家己 develop 的 system， 所以包括 engineering system、financial system， 啊，甲普通的迄款 management 的 system。啊，我迄个最刷以后，我 lucky 哩，也变捧我的整个 data， 阮叫做迄个我的 engineering scientific data center， 啊，就做迄个 center 的 director 安尼，对。所以 handle 整个 department 的诶 hardware、software 啊，甲 contract 的工作，嗯。还做个退休。啊，无卡呀，无卡出了退休，我再搁再你以后搁再转去，迄落就是 engineering， 啊 ，re-engineering business re-engineering。哦 ，re-engineering。啊，因为我用我点个 computer， 但是你要把一个 manual process 要加诶 computer 来出的。啊，你都要先 study， 应该都要先 study， 讲你这个 business 的 process 是不是 reasonable， 还是有多要会用的小加啊 adjust 的安尼。啊，所以迄阵我就准备 promote 讲 engineering 啊 re-engineering。啊，这个中间你太太敢讲敢人顾囡仔呢？我伊迄阵有工作，你有呀？伊那有工作。嗯，我迄阵就是，well， 结婚以后就是有两个囡仔嘛吼。你来遮有读什么？我读迄个 speech and hearing therapy，所以我的 master 是伫遐。speech and hearing。啊，刷以后读 master 刷以后，有去外口工作一年啦吼，然后再个倒转去学校去修 PhD。啊，我迄阵的迄个 field 是讲 speech science，speech science， 啊，考拢修完啊，迄个 exam 啥物拢过啊，啊，就是有写论文的迄个 dissertation， 好，写论文的迄个 lab work 啊，从好势啊，就是爱坐落来。写论文，还要等了阮先生，等了一个歹人。啊，阮就结婚嘛吼，1969结婚。因为论文就是有一定的时间就要完成提出啦。啊，因为结婚过生囡仔，啊，所以剩的，那论文就超过迄个期限，所以没有完成这个学业呢。哦。呀啊。结婚以后，因为迄阵阮都结婚真晚，迄个时阵咱离高岁嘛吼，啊就想讲啊，若是要有囡仔吼，都爱较早吼，啊所以前后有两个囡仔，啊过到第二个囡仔差不多要上小学二年级，然后才开始出去吃头路。哦。对啊，阿妈我吃的头路。跟我读的完全无同款，因为迄个时阵，1970年代，那是要找头路，就是 programming computer programming 上好找。所以迄个时阵，伫厝的过瘾啊，时阵就是讲 weekend 我去上课，啊，伊都过瘾啊，吼，对啊。啊，我迄阵读的就是读这个 computer programming。因为当初你住在Michigan East Lansing Michigan、East Lansing East Lansing Michigan、啊、因为收了有够那个 requirement、啊、去参加 state 的考试、啊、就有考过嘛吼，啊，剩下放在他的那个 employee 的那个 employment list、啊、去 interview， 啊，剩下开始在那个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去遐上班。Natural resources， 包括啥物？迄个产区，土壤啊 ，fishery 啊 ，environment，yeah， 所以就是甲即个环境有关系。所以伫遐上班，
迄阵我上班是1981年，八一年上班，一直到1997年，啊 ，take early， 怎么讲？early retirement package， yeah， 所以我甲李学徒奶奶做呢，迄个时阵 retire。无正经离太好了，就是说，因为迄阵离太好，想讲阿哥，too early to retire嘛吼，然后才我想讲哦啊，一直想讲Michigan伤过冷啊吼，六个月拢袂做代志啊，一直拢想要搬出去外口，搬去白州，迄个时阵拄好上得好，Michigan的代志告一段落，全会想讲 OK， 凊彩找一个伫遐。西雅图加 LA 这中间来另找一个工作，就去啊，就是安尼去搬来维护啊。是因为因家的人拢在加州嘛吼，阮两个囡仔迄阵也伫咧加州。是。对啊。我就想讲，恁去 Oregon 有 set up business。No， 迄是正经是 randomly 啊。就是拄啊好。阮迄阵就是讲犹豫不决啊，有要 retire 无？想讲阁做少年，尾也是，阵个找到一个伫 Vancouver Washington 也有一个 position， 伊去 interview， 伊就请伊，我阵个，所以阮两个阵决定安尼搬来遮。你伫考虑讲你无？有，因为去上班，厝个我一个人，所以我想嘛足无聊的，那么创啥物？所以迄个时阵，拄啊，Vancouver 一个 software company EDS， 又要请人，所以我去，就去遐工作。所以恁弄 computer 的。实在不是遐出遐，有真正受到好的 training， 啊，种大部分都是自我家己自学来的。对啦，这 computer， 所以像即摆 cellular phone 对恁讲无困难啦，不一定哦。cellular phone 是新的 technology 哦，啊，阮无用，像我。规工拢踮咧厝诶，真少用 cell phone 哦，所以我已经是被淘汰诶人啊。啊，确实是有好用 cell phone， 尤其出外吼，若要找所在，迄个 maps， GPS， 就好用，就好用。有甲 map 甲 GPS， 伊就咧想讲，在对啊，唔对。所以我就用我的手机啊，check 一下，迄帮忙有影足大，加真省真侪代志啦。有 GPS 了，我嘛感觉讲，我和阮太太较无伫冤家。是安怎？因为伊用较侪时间伫消防线嘛。我伫开车，普通拢伊伫边啊。哦，是呀呀，啊，即马那爱挖，咱都袂记哩挖，啊超过啊，啊那要安怎？啊就 argue 啊。那 GPS 是 very helpful。啊 GPS 即个普通拢是一个 daily 吼，真有耐性，安尼就甲你讲，哦，你超过我见你等下就 white turn 啊。所以导航哦，所以迄个声音，互你袂，互你袂，叫你 involved in argument 啊，减少真侪 accident， 对，你啊，啊，所以啊，你家己 instruction 哈，啊，你就较知影讲安怎，啊，这 GPS 这个台湾囡啊。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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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对台湾拢真有贡献。对，嗯哼，嗯哼，啊。所以你尾啊开始对台湾较关心，哦，当然你来到西海岸，嗯哼，离台湾话较近啦。是啊，嗯哼，啊，我会记你，我是先熟悉恁兄弟啊，恁小妹甲恁爸爸妈妈，哦，算我的好顾客。嗯，啊，尾啊才熟悉恁，哦，恁尾啊才较接来，那时候我们真感谢你，你赞助买那个台湾的228的地图，哦，呀呀呀，台北市那个哈，阮美书那个地图，那个地图，我也感觉说很高兴，因为那时候邮局没用，我还去参加社团的活动，哦哦哦，啊，你送来个邮局，我真欢喜。哦，我地铁代志袂记啊，啊，迄阵啥哩啦？我想迄，那个 story 有值得说讲一下哩。啊，我可能是1998年去温哥华 Canada 参加迄，那个世台会，啊，伫世台会中间碰到阮美书。哦，阮美书最近才过身啦，吼。啊，我看了，阮美书啦，哈。啊，我也是感觉讲吼，咱用的做，可能话用的做一寡代志，就是讲吼，踮咧即台北林社团咯募款，啊支去支持阿扁啊，甲谢长廷选市长。啊，所以我迄阵把阮美书的迄款吼，阮美书、阮美书、阮美书吼，伊迄地图吼。搁再印100份，啊，叫三个人签名，是阿扁啊，吼，啊甲谢长廷，啊另外我叫一个彭明明去教授，哈，啊，这个是先去予台北市个陈阿扁啊签名，阿扁签名签好，才搁再寄去予谢长廷，谢长廷签好。再搁再送来美国和彭明明签名 ，OK， 而且每一张吼拢是用正经真笔的签名 ，No， 所以每一张的签名拢无同款啊。啊，迄阵就感谢咪讲平教授吼，伊敢若用一手来来签名，啊，我替伊，因为迄卷起来嘛吼，啊，迄纸要签名的时阵拢搁再凹倒转来嘛，所以我替伊。拍开，啊！伊签名，伫奥勒冈，哈，啊！所以伊签名之后，啊！伊就该替伊讲，把这迄个签名摕起来，放喺涂骹，互伊搭起来。所以，迄另外真值得记忆的一关，迄个回忆的代志啊。嗯，啊，迄阵募款是哦，一张300块，啊，募款所有的钱拢摕登去台湾 ，OK。但是，我无讲吼，这个钱。募款的钱就一定都爱我收来，我收 ，no， 我不，我全部外的遐个物件吼，和各个地方不同的迄款迄啰，台湾同乡会，有的摕3张上台就，啊，有的像讲 LA 已经摕足侪张来啊，吼，啊，因家己拍卖300块，我有听讲伫 LA 有一张拍卖1000块呀，啊，收来钱为 LA 台湾会馆的款吼。直接寄去予阿扁啊，甲迄落啊，其他的所在因为是直接寄去予阿扁啊，甲谢长廷的迄款迄落进行活动中心哈，所以这又一次显示咱台北人合作的迄个 spirit 啦，合作就讲有迄 ID 的人 contribute 迄个 ID 啊，啊那有迄个迄落 financial power 的人就 contribute 迄个 financial。对收税一算，嗯，所以算讲，迄个是你引爆台湾问题的第一步。就头一个呀，嗯哼，第一步，嗯，第一个，嗯。啊，有受到太太的鼓励啦。你啊，当然是啊，你那无用啊。嗯，呀，迄个，我想大部分的人拢有保留啦。啊，我希望 ，yes， 啊哈。过来是，我会记你
这个台北人笔会，创会时我是做会长，尾啊渐渐有规模，2004年林良斌做会长的时候，要出这个台北文艺，2004年哈，迄个进前6个月，我一直鼓舞你啊，你看册，看2本册，来写。你这本吼，这实在是，这2004年吼，你收集我的文章吼，是讲比较张水锦诶，欠绝路与高贤建的一个人的圣经吼。那一阵哦，我也记得你有房的来的，你的 office 来的吼。啊，咱几个人伫讲话啦，啊，你伫讲，咱唔知咱哪会讲去讲哦，伫民主运动的人吼，拢真风流。啊，你跩单人本子吼，讲这个这两本子哦，拢是风流的作家哦写，啊，你去比较看嘞。伫迄之前哦，我有写迄、那个。读书的，你看书的，迄款叫做什么啊？干呐，读后感啦，一本书的读后感啦。啊，所以等两本之后啊，我讲去比较看咧。我想要讲，迄个字物件吼，伊话真简单，甲我写一本书的迄款迄落读后感同款。啊，一旦我引发我落去要写两本，比较两本之后，才发现讲，哦，这无同哦。啊，所以我迄阵在停的差不多停几个月啊，停九个月。我唔知要安怎下手。啊，到尾我想讲啊，未使，我答应人创的代志，我应该来创好。啊，所以我用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两本子晒白晒的白到顶。啊，你个看看到底到底有多少差别啦？啊，结果我发现讲一个好真好的一个快铁落去比较哦，就是讲因追求民主的迄个也过程，啊，佮因用也用法，啊，佮因最后是安怎样啊？我刚要讲得意的所在哦，就是高贤建，中国的作者，伊得到诺贝尔奖 ，OK， 啊，伊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讲，伊转他的飞机啊，回迄、那个叫什么回巴黎啊，哈，啊，我就未记得讲迄个张良哲最后的一句话哈，啊，张良哲最后一句话呢是讲啊，佫是要继续。诶，伫争取台湾的有关迄落民主啊，啊，所以我感觉迄篇文章写出来话，我感觉有意思，呀，啊，因为我感觉讲，哦，这两本书的比较是无简单的，是啊，是啊，即个跳游泳池感觉，啊，迄阵唔知讲，唔知啊，深潜，深潜啊，跳落去。本来我那有想讲，你若无要写，我来。另外一下，有想要写，但是我这方面无遐无闲，啊，这方面我本身也写伤济啊。哦，袂啦，内部伤济。所以，这个是一个challenge。这一较想要一个challenge。啊，张良哲嘛真感谢讲你，你有写这个评价。伊刚刚讲。别人无人甲伊评过，哈。因为伊感觉讲拍摄一下迄个物件，我甲伊讲当作是黄色的迄个小说。我感觉讲伊，我有甲伊讲起这样代志，哈。啊，伊当然伊真欢喜啦，吼。是的。啊，我若讲，感觉真欢喜，安尼是两本册已经比较起，啊，两个对迄个或者是物啊，亲爱的描写哦。确实，迄个手法不一样，是，所以以后当然咱会使阁讨论，吼。嗯。不，除非以后我该回顾即个台语文艺，阁刷咧迄几档啊，你拢有 contribute article， 吼，介绍杨艳勋的咱的故事，嗯，啊，介绍作家吴金发，啊，阁一篇啥物？我都袂记啊咧，啊，这篇哦，我袂记啊。哦，文化素养，文化素养这篇哦是2011
啊，这本文这篇文章文化素养，跟这台湾的品格有类似的有关系，对啊。因为迄阵我拄好咧 work on 这个这本书哈，那一边这本书，嗯。啊，所以 engineer 说变一个作家。那我唔敢讲一个作家啦，对啊，可能还佫是有一段距离，我唔敢讲，只是讲啊，我会用把我家己的 idea。我家己所想的物件写落去，安尼表达出来，是啊。啊，你出版你编的册，除了台湾的品格以外，你讲还佫有 ？OK， 台湾的品格吼，是我编的中文的字吼，诶，第三本。第三本。哈，啊 ，before that 的吼，我还佫有两本字吼，迄本这两本字吼。拢是甲台湾意识的提升拢有关系，啊，这个我可能来解释啦。我感觉我这个，因为对我来讲，应该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阶段啦吼。我就是讲，差不多2001年我退休之后，啊，我就想讲，我要替台湾做一寡代志啊，是啊，我一直在想，我要学什么方法？哎，迄阵我都要学去。一个花牌总会去工作差不多三个月半以后，我才回来厝的。虽然讲时间真短，但是我得到一个足好的迄款或者什么呀，这个 idea， 或者是说迄个一个收获啦吼。我就感觉讲台湾人要独立吼，不是靠美国人，是就爱靠台湾人。啊，台湾人的道理啊，应该都要先从呢，就是讲。台湾人的意识就要提升出来，啊，所以我回来以后才 develop 这个 idea。我还记得我2002年的差不多三月迄个时候回来厝的，啊，我一直在想讲啊，我要安怎创，啊，才感觉讲啊，咱会用的来提升台湾的意识是真重要的代志。迄个时阵是2002年的7月，但是我迄阵唔敢讲2003年7月。啊，我迄阵唔敢想咪讲，我想的物件是对的。2004年呢，有台湾李登辉学校吼，有开一个课，啊，讲头一摆和海外台湾人报名参加，啊，所以我也报名参加。太太冇等你。迄阵无，伊干那我一个哈，啊，等去读书的时候就知讲，所有的一礼拜课程哦，都是伫讨论台湾意识。啊，我迄阵叫足欢喜的，我感觉哦，啊，我看的问题吼，感觉讲台湾意识真重要，提升台湾意识是咱应该做的代志。啊，结果甲李登辉学校所要教的物件，同款，所以我足欢喜的，啊，规个有信心。啊，即马刷了一个问题，就是讲吼，要用什么方法来提升台湾意识？啊，拄好迄个时阵吼，我以往看一寡台湾以前。出版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说我那时候我跟你说就说我还没退休的时候就是只有 participate 而已，啊，没有 work， 啊，我 participate 的时候去参加那个夏令会，都是买一些台湾出版的书回来，啊，但是那时候都很认真的在工作，啊，所以我没时间去看，等到我退休的时候，啊，拿书出来看。我还记得有一天，哦，我可能为晚上10点啊，看迄，那个，杨奎，什么啊？迄，那个宋宝生，宋宝生，哦，宋宝生夫啊，宋宝生哈，啊，看暗时2点，啊，就赶迄个看迄最后迄段 story 哦，是足感人嘞。啊，我看啊吼，我家己把晒老了，啊，迄阵感觉讲哇，啊，那台湾的，咱台湾的。台湾人的作品有这么好的作品，啊，我家己唔知影。啊，一个时间一个对话呢，迄，那个作品是点咩？好像是1932年，然后伊得到迄个日本的一款作品奖啊。我想讲，哇，其实这本书已经出版，我迄阵我是可能是2007、2008啊。啊，我唔知道我这本书，我。一方面你感觉讲啊真惭愧，一方面你感觉讲啊台湾确实有种这么好的物件，咱唔知影。啊，那这么好有这款这么好的物件，咱应该用学这种物件
来提升台湾意识。所以我 identify 讲台湾意识是真重要物件。我搁再去找着讲要学什么款方法，我唔是要做 political 的迄落迄落这 approach， 啊唔是讲要用钱的 approach， 就是要用文化的迄款迄落方法来提升台湾意识。所以会提出我变讲我的目标，啊搁再有我的方法呢，啊所以头一本书我就是去找50本台湾好的书。哦，会用予读者看了之后，会产生台湾意识。啊，迄本书的名或者提升台湾啊，孕育台湾，哦，孕育台湾人文意识50好书哈。啊，迄本出来以后哈，迄个赵天宇就是静宜大学遐文学院院长。有甲我讲，讲你本书好，但是吼，问题是你所见的字吼，拢是人已经做安，并讲，伊讲这是迄款迄个名啊，classical 的字啊，你我应该来归选一挂较新的字，或 master degree 还是 PhD degree 的学生去做 research。我讲哦 ，no， 这是恁学术界的代志，我是注重于社会运动。伊讲哦。阮若类从吼，阮会相怕，伊个要意思就是讲，哇，即好好要坚持的时阵，yes，yeah， 哈哈。啊，所以讲 ，OK， 啊，若是安尼先吼，我若是讲有需要我迄落呀，呀，我会从啊，但是我若从落以后吼，我要较规模较大嘞，啊，同时呢，选址的迄过程吼，又话要较严谨嘞，唔是我一个选，就要靠要。从一个compose 一个迄款敢若选址的 committee， 啊，所以我已经12个人哦，选12个人出来，啊，这12个人都包括讲三原县啊、李明勇啊，哦，这讲到小这是当时吼啊、不单讲是当时啊，甚至连个即嘛，啊，佫是一个文化界精英嘛吼、哦，啊，互因做选址的委员。啊，因提供一个资的迄款迄落，要选的资哦。啊，因 review 我 propose 的方法要选资啊。啊，因 suggest 的讲差不多有150个人会用的去选啊，那些啊，所以我最跟他讲最迄款迄落technical work 吼啊。上下可信的出去吼，750个人啊，叫员工双方，你干买这本字是咩啊？啊，就是安尼先算出700本的字出来。800本。呀、yeah ，啊，但是迄阵700本变了出版，我迄头啊迄本字吼，然后有叫字50本的字算出来以后，搁再邀请几落个人去写对每一篇文章写2000字的就是嘛，导读，呀，每一本书有2000字的导读，啊，所以弄这种50篇的文章，50篇的文章变做一本书，我在孕育台湾人的意识。啊，但即马即个第二个发展的，比如讲，选100本出来，啊、我感觉讲我无办法能去做遐尼大个迄落呀。啊，拄好迄阵郑邦正做迄款迄落台湾国立台湾文学馆。伊讲 OK， 你选的时阵，选资的时阵，我无闲无参加，啊，即马我有迄个 resources 啊，所以出版的工作互我出版，啊，所以迄本书是台湾国立文学馆，国立台湾文学馆来出版的，呀。书名叫啥？不知名叫做夜读台湾台湾人文100份。我就是比较台湾人文100呀、yeah， 啊不过可惜那本书出来吼，那个编成吼是被国立图书国立台湾文学馆的一个 staff 啊，我变做讲是编辑顾问哎，嗯，啊但是那两本书出来以后吼，我问我家己讲吼，假设一个台湾人。那是看那100本的遐推荐的书吼，有台湾意思无？我的答案讲 yes， 有台湾意思。我好问的，我家己第二个问题讲，啊，因这个人有台湾意思之后，啊，伊台会替台湾做代志未？嗯，啊，我家己都唔知影，
我就想要讲，无一定，因为安怎，一个人有台湾意识，但是我未对，无要对，无帮人对台湾做代志，主要是对呀，主要可能对是讲经济挂钩，就是讲摕人共收3000块的票，身份证给人，伫选举的时候，你干嘛无去选举？这个是一种违背良心、违背你家己良知的代志，而且问题就是啊，问题就是讲台湾人啊无迄个知识去判断讲是非 ，OK？ 到七点，第二点就是讲台湾人无迄个素养，唔知讲这是是非的问题，你去向提钱啊？所以我迄阵就想讲，我哦，应该就爱来想吧，想办法来提升台湾人的意识啊、知识。啊，加伊个素养，啊，才有这本子的出来，这本台湾的品格，啊，这主要的目的是讲要安怎好台湾人有了解迄、那个对待事拢有迄个判断力，啊，所以我把知识哦分做10、15个 area， 哦，就讲你的文学，哦，啊，你对艺术，啊，甚至对两性族群。对关于了环保诶，对甚至国家诶国防，你都要有相当的认识。所以把知识分作15个 area， 啊，每一个 area 哦，我去邀请3至6个人，啊，这拢是踮咱社会上公认是迄个 field 诶 leader 啊，啊，拢总六十五个人，啊，邀请因写文章，我给伊一个阿塞。也题目哦，干阿一个题目，就是讲吼，要让台湾人会得当有迄个素养，啊加有迄个知识，会用来做一个，吼，把台湾推向一个正常国家的时阵吼，你认为为你的专业立场来看吼，是什么物件上底重要 ？OK， 啊，所以因就是讲针对每一个人拢针对迄个问题出来。啊，出版一本书，啊，这个是台湾的品格，这个题目是迄个前卫出版社啊、林什么人，我就再不记伊名，林啊呀，前卫出版社伊建议我用这个啦，哦，啊，我是感觉讲，足欢喜讲这本书会有番影响，这本书出来以后，一年以后，吴锦花踮咧电台内底推荐。啊，3、4年以后，我有听人甲我讲讲，迄个郑鸿仪伊往踮咪电台推荐，啊，个世新，哦，世新大学伊，哎，伊往学这本书最迄款迄个新生有一个诶参考，唔是参考书，就是讲诶，安怎讲？诶，叫课外读物。课外读物。Yeah， 所以啊，这本书的特点是啥？我拢无要去 touch 到讲台湾过去的悲情，像228啦，什么代志，迄款不一样的、不愉快的代志，我拢无去 touch 到。我跟他讲，咱为今嘛开始，咱要做什么物件，所以我是往前看，啊无往后看。所以我感觉用迄本书，这本书的特点，我是伫遮呢。呀、yeah ，啊，即摆即我头下讲的即三本书吼，这是用中文的啦，哦。啊，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是2010年出来，啊，刷了以后吼，我是感觉讲，这台湾意识的问题哦，对吗？2010年的哦，都已经是蓬勃发展啊，啊，我无必要搁再去，已经有人在创的代志，我都无必要搁落去创啊，哦，啊，迄个时阵，都多我向选做八米九台湾人教授会的会长。总会会的，啊，我就想讲啊，我要安怎来做一个什么代志哦，和这个跟他讲啊，教授会因为会当讲咱确实有最泡沫的台湾的代志，啊，我就想讲啊，咱应该都爱来出一本书 ，OK， 讲台湾人的心声 ，OK， 我台湾人要提什么的心声，啊，主要目的。和人吼，就是迄、那个台湾的啦，台湾的百姓哦，阿要，唔是我讲唔对， no, no. 主要的迄读者吼，是要互美国人，还是讲互英文的迄个读者啊？要互学者，要互迄
这个政策的制定者，让因知影讲台湾过去的事是啥物啊，啊，将来还是即马，咱台湾人伫所追求的物件是啥物啊？啊，所以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有三个目的，头一个就是要讲台湾人甲台湾甲中国的无共，台湾人甲中国人无共。第二个就是讲，台湾吼有迄款能力贡献予即个国际社会，因为咱要入去国际社会，但是国际社会无办法通接受咱，啊，主要是因无了解咱的能力是伫倒位啊。所以我第二点就是讲，你若无予台湾的，是你吃亏的，不是讲干那台湾人吃亏啊，尔，吼，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要甲全世界人讲。讲台湾人所追求的物件是啥？是啥物物件？过去是追求民主、自由、平等 ，OK？ 但是即马阮拢有，咱拢有啊！啊，咱即马说了要追求啥物啊？咱就是要追求国家的正常化，啊，讲一个更加明显的，就是讲咱要独立建国 ，OK？ 啊，所以我甲啊，我全选根据这三个目标，啊，我去经差不多二个。作者哦，啊去邀请因，我题目拢给因啦，哦，我知我因的背景是啥物啊，啊拜托因写讲读这类的物件，伫迄个因的费用内底，啊所以从邀请的人吼，包括咱的前总统李登辉，啊迄个李秀莲哦，啊搁在像讲国防部长啦，哎呀啊蔡丁贵啦，这些人吼。啊、所以我就真感谢讲，因拢要一定迄落就是咩啊 ，support 这个 project 哦啊，去出来以后过两年，迄、那个出版社吼，甲、哦、我讲这个这本书的销路啊，因人非常的满意啊，所以我来讲欢喜哦。啊，这本书啊，搁一个，搁一个可能真重要。我应该来讲，就是讲吼，这本书编者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啊，一个是我诶，即落二三十年诶好朋友，啊，搁邻居，迄个就是一个美国教授，伊为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退休落来，伊个名是 Jack Williams， 呀，我上头啊，甲邀请一遍，伊无答应。啊、所以我自己下去創，但是我送那個 book proposal 去過五個出版社，啊，五個出版社都說，哦，你這個東西真好，啊，但是我們沒有那個 budget， 啊，是，啊，有的說，你這個東西跟我們的那種主要的那種市場，哦，不一樣，啊，我都不相信，我就想說，他絕對是懷疑我的英文沒辦法讓那種，那種好像不是变成一个 readable。你无该讲，阮太太有。哈哈哈！对啊。啊，到尾我再拜托这个第二遍，我要求讲啊，你来唱，最后 call editor， 最后一次，伊同意啊，啊，呀，所以。刚刚这本书出版有一个台湾乡亲。哦。台湾什么乡亲？乡友啦。无名氏的捐款哦、oh, ，yes yes， 哈，好，每一个 author 老虎给的高会，呀呀呀，这个所以这个吼，我这个你这个提到这个问题哦，我有两三个人我都爱安那落去，讲都在整个过程之中吼，我那边这偷偷四分之吼，我帮忙的，我上尾也是一个。人伊不爱讲名啦，吼！啊，伊头一本书，伊每个段内先；第二本书，因为是国立台湾文史，国立台湾文学馆吼出版的，所以无钱。第三本书，伊都伊话每个段内先；第四本书，伊话每个段内先。啊，甚至伊有一个时阵，我可能迄阵也未出版一本书的款，伊讲伊有准备几万块要我用。我真歹势，我无甲用完。哦，迄个是正经原来是对我非常大的帮忙，因为我若要要求别人要迄落就是咩啊，给我一个稿吼、哦，我应该都爱
因为要写一篇文章无遐简单啦，有阵时写出来你落来几个月啦吼，啊，所以这是一种对人的伊番迄啰 respect 的个 appreciation 吼，这头一个。头一个。哈。啊，佫两个吼，啊，佫两个吼，一个就是两个人拢是伫南加州的，哈，啊，这两个人吼，一个是你，啊，一个是林亨泽。哎呀，你甲我确认一个。你这两本书去选，因两个拢是即从事迄个民主运动的人，拢真风流。啊，你去比较我来，啊，我感觉我迄篇文章是个，确实也真歹写。啊，我迄篇文章写完之后，我家己也足大的迄款迄啰或者是物啊，家己感觉讲，我还佫有帮人，加讲不离是哈。啊，你佫不是有滴切人之话咧做代志，所以。你确实是 one of the two 吼，互我甲我加油的人。头啊，迄50本甲100本，我嘛淡薄仔有研报。是啊，是啊，呀，你有写，我有邀请你写迄啰是咩诶导读嘛吼，头一本哈。另外是咧，迄个有啥物人，迄个林恒成哦，帮我忙的是都一样咧，伊互我 encouragement 的。伊有看我，伊看我这篇文章啦，就是讲比较张水锦啊，甲迄个高行健的迄两本书，伊感觉讲，你若有帮人写迄款文章出来吼，写你写50篇，我会用来替你出一本书安尼呀，啊，迄足好个，迄 encouragement 的，啊，我讲会用继续落去做这个，所以恁两个啊，这个无名氏伊无要讲名哈。对我来讲是，我应该来讲真 appreciate。佮另外一个坐伫你个边啊。哦呀，你拢无讲。呀，这当然是当然。是啥物名？你介绍一下。你是 Margaret， 因为伊爱皇叫 Margaret， 但啊，王菊之。王菊之。伊有好，伊个 contribution 呀，伊好啊，有一个 space。我有迄个 freedom 去做一款，啊无甲我上镜安尼。因为在我心目中，我就想讲，你有一个好太太，其他个咧完全吼，安尼袂记你家己吼，啊替即台北人的社团，啊个替台湾吼，安尼做即款别人。Yeah.唔是干啦，自然啊！我有一挂写的文章吼，啊无那边无收的字的内底，但是有拍不离是滴落呀。特别是讲这个时阵，就是讲为2012年以后吼，我因为我认为讲啊，我的对象吼，读者对象应该是美国人，唔是台湾人啊，所以我有开始用英文来介绍台湾啊，所以迄个对我来讲我。家己过大个切人机安尼，你想讲，咱个 second generation 是毋是应该鼓励因话读一本？当然是啊，这当然是啊。啊，不过吼，可能毋是讲遐尼 optimistic。我伫编这本书个时阵哦，迄阵我拄好做伫教授会会长。啊，我就接了真多迄 inquiry 吼，讲啊，有都要有英文的字无？啊，阮是真爱了解台湾，啊，阮因为真爱替台湾人讲话，啊，但是阮无迄个资料。我迄阵来伊讲，你搁等两年，我即卖咧创一本字，这本字就是你有帮阿当摕来，啊，未来的摕一寡物件出来，去会用个徛起来一个大众之前替台湾人讲话。啊！但是当我听我这本书出版以后哦，并无偌侪迄款讲咱的第二代。据我所知啦，我可能因为这我唔知影 ，OK， 所以我。但是你嘛无伫
这个台湾社团内底的泡沫，我无去泡沫的哈。主要是安尼先啊，这个我唔知道我这个想法对啊唔对？对我，敢那一个迄款家用品，这个物件要 design 出来，啊，甲要找出去市场吼，对我经过讲，你有迄个 idea 要知影讲有这个需要，然后你就要设计，啊，你就要制造之后，你就爱去推销 ，OK。啊，我这一本子也嘛同款，一个 idea 也嘛同款。啊，我是感觉讲，我有办法，通去了解一个问题，啊，有办法设计一个迄个solution，啊，有办法能制造一个迄个solution出来，啊，我的能力就是到这。至于要去泡沫的一本子哦，推销一本子哦，我感觉讲，迄不是我的能力啊，呀，啊，所以我就想讲，我希望有别人会接这个工作出去。嗯、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无正经去泡沫的啦。啊，当然像拄啊开始的时阵，咱、嗯、是经过发派的分会。哦 ，yes，yes，yes， 有几个人我用啊哈，呀，有经过发派分会迄落去推销哈。啊，讲到实话吼，我唔敢讲这本子是安怎好啦吼，但是至少有 provide 真多 information 吼，和要用的人。了解，哦，啊，佮真趣味哦！我这最近的消息哦，吼，你知影？你有听人讲，这个陈水扁总统吼、哦，有写一个陈情书，吼、哦，和迄、那个蔡英文总统。我唔知我迄篇文章是伫人是履历史的，哦，啊，迄篇文章内底吼，伊阿边也是讲伊的 contribution， 伊的 suffering。哦，伊讲话伊受人诶迫害，所以要求即迄个蔡英文总统吼、哦、做两项代志，头一个就是讲去调查，看伊迄个即啥物啊，不称职诶检察官甲法官是安怎陷害伊，头一点。第二点，伊要求讲立法院吼、哦、召开公听会。去找迄本资，即本迄个啥物啊？迄本台湾迄、那个，对。在你后边，在你后边遐，哈，呀，这就是被囚禁的台湾。OK， 这本子是迄、那个严宏斌写。阮内底，即内底有一本文章哦，是葛正昭写的，伊用真侪严宏斌的资料。但是严宏斌的资料，虽然讲迄资料真丰富，啊，又话真特殊。你无帮人去把本子去找落伊迄个资料，但是伊的缺点是啥物啊？伊无迄个 reference， 伊迄资的伊迄资料 information 为倒来，咱唔知影。啊，即个点咩 academic 的迄个 publication 内底无帮人接受，就是讲你都爱有著名出处嘛吼。所以我迄阵甲我 co editor 咧讨论的时阵，伊是反对讲把葛正昭迄篇文章下入去。啊，我是感觉讲，葛正昭一篇文章，若是无写入面，实在是足大的损失。哈，啊，所以我用差不多两三天的时间去 check 这个严宏斌的 credibility。啊，我用拍电话去 Australia 去甲伊讲你写的物件到底是偌大的可靠。啊，所以最后阮决定讲要用迄葛正昭一篇文章。啊，要接受伊即个严宏斌的资料呀，所以这样的是真，我感觉我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真 courageous 的 act， 敢安尼先落去，嗯，啊。